你到外面吃这个吧，我都知道，总共六片，这个比较大一点，40块的啊，哦，是吧？对，好吧。确实挺能吃的，但是我晚上不吃了，我这次多吃点。这个是专门的奶油，可好吃了，我吃一盒了，又来一盒。然后这些我都会吃掉，然后晚间就不吃了呗。啊，可能明天还要跳舞呢，那没关系了，呵呵，先吃了再说。它这里边的甜点，对，甜点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。你看嘛，都一个在吃了，呵呵，但是我点的甜点是最多的，你看看。那啥子呀？沙西米。我让朋友给我拿，哎呦，拿太多我吃不了了。吃我吃太多了，你看我这个都已经吃的残渣余孽了。哎呦，你的手放好，我。去跟人家切磋一下，学学他们开的那些冷面馆。这个一个人收20多万吗？一个人20万是的。20万以上。哎，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奢活吗？这样他就参加那个课程，我不喝那些什么可乐啊，喝咖啡。要光明，你也没上班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知道你喜欢，再重新来过。